欢儿。师父，欢儿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二长老不是说你已经……此事关系众多，二长老的心已经变了，他说的话你不能信。二长老跟我说，你是被石梦墨和养心师所杀，还让我去杀了石梦墨。师父，欢儿这就带你出去。不行，我一逃走他就会感应得到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你快点走。还有你一定要记住，石梦墨不可以杀。师父，我发现了养心师的身世，他其实曾经是一个普通人，他还……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他只是真正养心师的一个小喽啰，罗侯在他心中种下了邪恶的种子，若你帮他化心，他便可以摆脱养心师的控制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。师父，师父，喂，哎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还哭了？算了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回去再说。哼。掌柜的，又剩咱俩了。掌柜的，玉燕，怎么这么快啊？可能是找到了他的缘故吧，那口气散得更快了。哎，只怕等不到欢儿他们找到办法，你就坚持不住了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多坚持一会儿？我现在就像一个瓶子，瓶子里有水，瓶底还有一个洞，当水漏完的时候，就是我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。要是想把时间拖得更长一些，只能加水或是补漏。水是你成妖时候的灵力，洞是你死之前那口怨气，补洞是肯定不行了，只能加水。玉燕，你还记得你之前住在哪儿吗？记得是记得，不过不知道那口古井有没有换地方，就算没有换地方，他也未必愿意将自己的灵气分给我一些吧。哎呀，不试试怎么能行呢？空空，你去一趟。啊！